大家好，哎呦，掌声好吗？Hello， 大家好，我是 Ella 陈嘉桦，我就是最美丽的好媳妇之一，哎，也是碧儿泉全新深海奇迹修护精华 Blue Therapy 的试用者，我觉得很开心。我在四周前拿到我人生第一款抗老精华系列，然后我自己亲身体验了这个奇迹，然后一天一天的感受，我自己的皮肤越来越年轻、透亮，真的美好。这么近距离的看到你哦，哇！你看我讲话都结巴了，好美丽的肤质，我再帮大家看一下。哦，肤况真的很好哦，所以 Ella， 来你告诉我们，在你这个抢先体验了我们这个 Blue Therapy 之后，感觉它的质地、它的这个光滑度、这个精彩的程度，可不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可以，好，就是我第一次拿到，就是真的是我人生第一瓶抗老的那个产品保养系列，是对。然后我觉得我很幸运哦，我可以在我这个年纪遇到了这个产品，因为我自己在亲身体验，一天一天的去感受，然后它的每一个步骤，然后可以感觉到你的皮肤一天比一天的好，然后在四周之后，我就可以很光鲜亮丽的站在世人面前。这个是 Ella 说的对不对？但是 Ella， 我们要眼见为凭。听说你今天很有诚意，对不对？带了一张你8年前的美照，要来让大家来比对一下哦。这个要非常有信心才可以做得到，对不对？对啊。OK 吗？有它，我一定 OK。我们可以看一下吗？请看。好，那等一下，这么像小男生啊，后面啦，哎，就很帅啊。对，当年就是以帅为取向。可是跟现在的造型完全不一样哎，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请大家仔细看一看，不是看到那个好像小男生的造型，不是，除了造型不一样，从小男生造型活泼可爱变成像今天这么样幸福洋溢有女人味小女人造型之外，大家仔细看一下我们 Ella 的肤况，8年前跟现在真的完全没什么差别耶，而且Ella， 我们还要做一件更残酷的事，还有一定要，为什么？不要经过很严格的考验，是我们不只让大家看到8年前跟现在的 Ella， 我们再把照片放大一点，让大家看一看那个肤质的状况。来，请放大。大家仔细看一下我们 Ella 那个嘴角的肤况哦，因为我们知道女生啊，一旦有年龄之后，其实看这个嘴角的这个肤质就可以看出年龄，对不对？好，这个是8年前 Ella 的一个状况，肤质在这边。好，现在把今天我们 Ella 的照片请放大。哦，放得更大了，Ella 放得更大了，是，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嘴角的地方的这个状况，还有我们的这个肤质状况，完全没有改变呢。Ella 自己有没有觉得好骄傲？看我一样就知道，是不是？非常骄傲。好了，真的，两张照片除了这个造型上面哦，这个有差之外，对，不一样之外，我们看到肤质一样的，这么样的有光泽、紧致，而且更重要的是，8年以来完全没有这个皱纹、老化的痕迹在你的肌肤上呢。我真的没什么变呢，是不是？而且呢，我们这个80%帮你赶走老化肌肤。Ella， 你自己说，是不是你用过最好的产品、最棒的产品？而且是我人生第一瓶，然后我觉得我第一次就遇到最好的。所以请就是推荐给大家，然后一定要自己亲身的去体验这四周带给你的那个改变跟奇迹。四周，其实我觉得保养品选择最适合自己，而且是选择最好是最重要的。但你平日的那个保养也很重要，像比如说不要熬夜哦，不能熬夜。对，因为其实熬夜呢，你的皮肤状况就会很多问题啊，然后干燥啊，毛孔粗大啊，然后还要多喝水。水分真的是对于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之一，然后碧儿泉一直在探索就是水的秘密，所以他推出了这个深海奇迹精华。我们是水的专家耶。是的，所以我觉得水真的太重要，因为女人就是水做的。然后还要保持好的心情哦。对，像我现在工作都是跟自己好姐妹在一块。然后呢，每天工作的时候都是非充满着笑声的，心情都是非常的好，很开心的。然后回到家又有一个很爱你的老公在，就是跟你相爱着，就会觉得很幸福。所以
一点我们是没有想要多琢磨啦，没有啦，不用啦，反正我觉得保持好心情也非常重要。